好，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抗战时期，战云密布，人心惶惶，而教育未废止。由于日军占领了沿海地区重要的财富来源地，国民政府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师生应征入伍，共赴国难。而国民政府最终制定了战时教育需做平时看的方针，以应对长期的抗战以及战后的重建事业对人才的大量需求，点点学术星火得以燃烧不绝。很多日后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大学生涯就是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度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就是其中之一。1941年12月8日凌晨，上海英法租界内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枪声平息后，大胆的市民走出家门，发现高层建筑物上飘着太阳旗，街头巷尾站着日本兵。就在几个小时前，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我在摩宾的教堂，就在现在人民广场，这个上海的那个旁边，在日本人就是我就正在听课的时候，日本人走进来都是枪，然后呢我就觉得要不应该在日本人的控制底下住，所以呢我跟我二哥商量的，我们就决定是离开。李政道正在读中学，二哥李崇道读大学预科，和沪上许多有钱人家孩子一样，兄弟俩就读的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珍珠港一爆发，日军进到租界上，我父亲家父啊，知道我们这几个宝贝儿子啊，都是爱国情操很大，尤其我们都练了很好的武功啊，脾气也不大好，就怕我们啊，日军到了租界里面来啊，就怕我们跟日本军队当面冲的就干起来，那我父亲就收拾不了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就送我们到内地去了，就怕我们在租界上碰到日本兵不买账的时候当面冲的打起来，那不是好玩的。李家兄弟于是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他乡之路。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也考虑不多，因为我一直到离开家到火车站时才想到这个前途不太清楚。兄弟俩要追赶的是浙江大学，而浙大却一直在流亡途中。战争爆发伊始，随着日军不断南侵，上海、南京、杭州相继陷落，浙大迁移的脚步也是始终没有停歇。从杭州附近的西天目山到建德、江西吉安，在战事的逼近下，每一次都只是短暂的停留，在距离吉安40公里的太和县终于得以安顿下来，享受片刻的宁静。秋雨刚过，天气放晴，捣衣声中，辛勤的农民又在翻耕土地。空旷的林家祠堂里，传来浙大学生悠扬的琴声。那天你星期天进去，好多好多，大部分同学都是星期天都到乡下去玩去了。那么我是没有去，我是没有去呢，我是在留在那边看有一场篮球比赛，我在那里看篮球比赛的。谁也不知道一场灾难突然降临，我就跑出来来不及躲了，这个就躺在这个床上，我就两天这个样子躺在床上了。
只听见嘘嘘嘘嘘这个声音，炸弹声音来了。当时我心里就是一个思想，忌惮的思想，就是要炸弹真要炸到我的话，把我炸到我身体，那就是走了就走了，不要炸掉一条腿，我再炸掉一个，炸掉一个手臂，那比了这个社会人那不行。嘣嘣嘣，一吹，像这个泥个树这个样子从飞上来啊，飞上来嘛，因为三十几米远，这个泥土都压在我身上，没砸到我身上。屋子里放着从杭州搬来的图书、仪器，还有一架保存下来的钢琴。炸掉嘛，大家就拿煤门，没有去的呀，有好几十个人了，拿煤门嘛，后里向这个一个一个接过来嘛，这样子叫，这样叫，这样就好的。办公室里向一个工人在那边，炸了根本没有了哇。有一个同学啊，当时是有精神病，是关在这一个。一个房子里边，那么大家炸过之后，大家看这个同学究竟怎么样了？进去一看，开门一看，哎，他已经没有病了。问他，他说他听见砰砰砰，以为是开水啊什么东西，哎，精神病是炸好了。江西泰和县，古时候又称白下。千里赣江从这里穿过，留下一片肥沃的土地。离此不远的浙赣铁路不断传来武汉会战的消息。这一天，刚刚安定下来的浙江大学又出事儿，竺可桢校长的夫人和儿子同时得病。当时那时候是八月份呐、天江西天很热，太和天很热，闷热，人们。可能他们水土不服吧，八月份就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就拉肚子了。他跟我哥哥两个同时发病的。而这个时候，竺可桢却不在他们身边。他竺可桢因为在太湖待了时间不长嘛，这个又要搬家嘛，又要考虑搬家嘛。那么竺可桢呢，就出去到湖南或到广西都看地方了。发出的电报，竺可桢一时无法收到，家里的病人却已陷入危机。我看他那个少人那个样子，那个脸都红了，就是爬下一躺倒，一爬下来就是烦躁的不得了，看那样子就是可能不行了。大概到了下半夜，我们两小妹也困了，后来我就睡觉去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了。在这外面旅行中间呢，得到电报，到了桂林得了电报，说他家里父母有病，赶快回来。竺可桢得讯后，长驱千里，日夜兼程，从广西火速赶回。到了那天呢，我跟我姐姐祖母就在那个路口上等他，等他回来。后来他下车，我准备就跟他讲说哥哥就不在了啊，就好像非常的难过。刚才到我母亲就说，哎呀，你终于回来了，好像这个意思。实际上母子二人患的是痢疾，并不是重病，可是太和县缺医少药，终酿成人间悲剧。苦熬九天之后，竺可桢夫人张霞魂撒手而去，恩爱之家妻去妻安。竺校长含痛憔悴的面容，使参加追悼会的300多名师生泪流满面，呜咽声久久不息。
来自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对母子，从此长眠在太和县嵩山北坡上。在那个墓前照了个相，就说好像我现在是我们要走了啊，以后在什么时候再回来再看一看。墓前告别的第二天，竺可桢和全校师生又开始了逃亡的旅程。途经广西宜山，终于在1940年初到达了他们迁移的最后一站贵州遵义。在这里，浙江大学办学七年，直至1946年返回杭州。蓝鲸发动机，地转速，大扭矩，动力总成系统优化匹配，完美降低整车油耗，绿色动力，国际潍柴。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泸州老窖，特区老酒。啊！一站式服务，应有尽有，很时尚，都是名牌。实行先行赔付，统一退货。装房子买家具，我只来居然之家，居然之家。健康之家在我家，金活健康之家。分享的不只是知识，传世的不只是名声。厚德至善，风聚成山，南山集团。梦想在我心间，服务在您身边。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一路追赶浙大的李政道、李崇道兄弟离开上海后不久，便被迫面临分离。跑到半路啊，车子一下子有车，一下子没有车子。我想想，那么我就托我的一个同学带了他先逃，因为有车位嘛，就这样分开。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兄弟俩车站一别，是暂别还是诀别？命运又将如何？谁也不知道。与弟弟李政道分手后，李崇道一路辗转，最终落脚在广西桂林，准备报考大学。因为我的学校的成绩是一直不错的，一直是 honor student， 都是 straight， 除了我国文不是 A 啊，其他的功课都是 straight A。理工高材生来考一个大学子，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位在上海长大不知耕耘为何事的理工高材生，却阴差阳错地报了个农学院。钱用完了，那怎么办呢？刚好广西大学农学院招考要授予公费，那我的吃饭嘛就去考公费了。可是把我父亲气坏了，什么什么授予，从来没听到过，这是胡闹，我也不晓得，我要吃饭嘛，先考。在战争带来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我要考试了，我总要买点参考书啊。大概是肚子饿了，一天吃一餐，两天吃一餐的。一方面饿，一方面是摆置啊，买书买书，哎呀，脸完全黑了。可是我心很静，我跟这个店员说：“很抱歉，请你叫部洋车吧，请你扶我上车吧，
请你跟这个车夫讲到哪个旅馆去，我住在旅馆呀。完全黑了。一身武功的年轻人就这样被饥饿和病痛击倒，身无分文的李重道只能以茶代药，最终拖着一双沉重的脚走进考场。最后就危险的话就考了，我又发抖了，我就那不能不去考啊，我还是去考。差不多考完了，这卷子差不多交上去，递在人递在讲台前面啊。这年春天，李重道被广西大学录取，第一堂数学课他记忆犹新。教授们都是爱护学生，学生就是到这个学校是个家一样。这个老先生我的印象很深，他是日本留学的，他说我的英文自学的啊，自己学的啊，而且我每一个音节的发音都是非常清楚啊。他画一个圈圈是五十分，上面一点，给你看他这么样念的，一点的 ，a point in that circle 啊，他怎样的？他一个字一个念 ，there is a point on that circle， 戴这个帽子，是这个教授心很好，我这印象很深。何康这年也考入广西大学，那个宿舍叫404，一个大的宿舍啊，地宿舍的，第四号房间404，那个宿舍里面呢，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大部分都是叫下江人，就是从上海、南京啊各方面，这个到啊这个广西来读书的青年学生，是吧？我和李重道呢，还是住上下铺，是吧？那时候点的是桐油灯啊，这个吃的是糙米饭，但是大家那个时候读书很用功，是吧？那么李重道当时他是新木兽医系拿奖学金的。三十年后，何康与李重道分别担任了海峡两岸的农业部长，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他是个运动健将，那我也可以说是个文弱书生。畜牧兽医系呢，经常要是杀牛宰羊，是不是？那李重道是一把手，他力气很大，把牛给摁下去，是吧？操刀经常是他来，这个胆子又比较，人又比较爽快，是吧？在没有炮火威胁的短暂宁静中，这群年轻人努力读书，汲取养分，积蓄能量。一个五个变成一个秃鹰一样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真正的站得起来的一个男子汉了。啊，这个你假如你我没有到内地去，可能在上海翁室里长大，就不是我现在的李重道啊，就是完全不一样。这种是不是你钱可以买得到的？分隔40多年后的1985年，老同学相聚港岛。他很激动，那是很好，那个一见面大家互相拥抱，很好，那是对对，根本也没有像你这是大陆部长，我是台湾部长，我们就是老同学嘛，是吧？想起当年那个大家在那儿非常困难的环境底下，是不是吃糙米饭，是不是啊？这么苦读桐油灯。是啊，一起的。又是日落黄昏，当年孤灯寒窗下的李重道惦念着远方的亲人，一别数年的弟弟李正道今在何方？酱油，坚持原料优选，坚持阳光晾晒，坚持每一颗用心，每一滴放心，经典味道，品质如一，海天经典味，生活多美味。
尽览天际，也知洞悉眼前，优雅有度，也能全面超越。志祥品味的中高级座驾，东风标致508。白金酱酒，讲究，茅台集团的白金酱酒，用小杯喝更讲究。福慧新州，塞北朔州，生态源泉，英雄吕梁，魅力运城，瑶都临汾，中国山西尽善尽美。小时候常常听爸爸讲海的故事，阳光沙滩让人特别的开朗，在这么美的海滩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这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碧桂园十里银滩就如三亚一样美，年内最后一批精装度假洋房火爆认筹中，别再错过。掌控你的路，掌控每一个方向，新奥迪 A4L 精准在握，驾驭未来。李振道原本计划转到杭州中学读高二，但因为杭州中学不收转学生，无奈之下只得开始了一段前途未卜的流浪生活。离开上海，我是不愿意在日本鬼子下面生活，这是很明显的，没什么考虑。到过了以后呢，就我把钱就可以说 invest 掉了 ，invest 掉。那时候没有想，我就没想到要逃得这么远了，以为就在附近。我想跟他这样，我高兴还可能回到上海去看看父母亲一下，这是五岁孩子想法了，并没有。所以结果就没有了，没有以后你根本不由自主的，并不是你要去流浪，你根本没有其他路可以走的。李重道、李振道兄弟俩从上海出发后不久便被迫面临分离。哥哥李重道一路漂泊到了广西，而李振道则跟着流亡途中的不同学校走走停停，没有固定的吃住的地方，没有固定的同行伙伴，这个15岁的少年不得不一个人面对未知的前程。因为他那时候很多学校都在动，因为在福建一带的，在浙江一带的，都是懂。每看见碰见一个学校呢，你就可以跟他们一段。然后我那个脑子里就想走到大后方去，所以说陆陆不到赣州的话，因为那时候生病很厉害，所以后来就走不动了，就留下了。那个时候有很多病了，主要的病是疟疾，就是恶性的疟疾。所以每两个星期就差不多103度的样，就是你逗他一天到两天。疾病使得李振道不得不在赣州停留了下来，除了疾病缠身，李振道还要想办法解决吃的问题。这一天，赣州古道旁边的茶楼来了一位16岁的少年，身无分文的他一副难童的模样。可每3-4点钟来，茶馆就是都要去到城外旁公洞去的。我就跟那个茶馆的老板说，我来跟你打扫，你不用管。那么他一次呢，他有自己要赶快逃了，所以呢，我说我唯一呢，你人家吃剩的东西我可以吃，这唯一的，所以我跟他都收拾很干净。结果呢，他知道的时候呢，结果他旁边别的茶馆也让我来打扫，所以我就是这边的一个生活，就是靠跟人家去逃难，我就在炸弹来了，我去救火去。
本那个飞机啊，它飞得很低，飞得低呢，它茶馆旁边有一个比较，还不能说广场，是稍微地方，它飞得低的，我看见它那个戴了它那个一种就航空员的这种眼睛，它就这个在扫，我说好家伙，我说我看见它，它也看见我，不过我在它的速度快，也许它没有看清楚。我就把自己啊，就缩得像一个球一样，把它体积越表面越小越好，所以没死，旁边树叶都给打下来了。贫穷、疾病、孤独，以及随时可能在空隙中丧生的恐惧，笼罩着这个16岁的少年。但生活中也不全都是绝望。赣州停留期间，在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小楼里，李政道有了让他欣喜的发现。后来呢，他有一部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那么我一个人就在那个里面看看我的想想。15、16岁正是多梦的年龄，但是跟着流亡学校一路西行的李政道，即便对于将来有过各种美好的设想，也绝没有料到这本书会给他日后的命运带来重大的转机。后来懂他的，他牛顿预备讲什么，所以就跟牛顿的那个三大定理，那个立法我觉得是不是最正确的，所以我自己想通了以后，我自己可以转悟出。那么这些是对我，就是我大概本在的是一个思路比较配合一点，所以很快的我就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那时候的李政道还没有上高二，对物理没有什么了解，但书中的知识却给了他希望，他相信自己是有前途的。他觉得这个自然界居然有定理，我说这倒有意思，就你就问你当一个人这样很困难的时候，你问一个人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活，就是你在都是在死亡跟生是很近的，你总要有一个道理，你觉得要活下去，所以道理呢，那个时候就看了居然是自然界有一个有规律的，所以我说这个研究下到所以我自己想，所以我很多我的物理都就是也不是真正看，所以看一点然后看一点我就想一下。赣州临时中学收留了一批像他一样因病暂时无法继续西迁的学生，因为师资紧张，校方指派李政道为代课老师，李政道边自学边教这些孩子数学物理，直到他终于有了可以继续西迁的路费。1943年的暑假，李政道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如愿考上了浙江大学。考了以后就有办法了，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榜，不过呢我知道我一定考取了，所以我就跑到浙大。跑到浙大呢就去到那个他校本部在遵义，可是李轩在明台，所以我就跑到明台就跟苏新北先生了王安在谈谈呢，他们当觉得这个孩子还可以，所以我就在那边就是住下来了，等到后来发榜了，当然就变成正式学生。那时素新北教授在梅潭，读一年级的李政道在离梅潭约30里的永兴上课，每一或两星期素新北教授就会从梅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开放时间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李政道总是利用这样的宝贵机会，在这样一对一的教学中，这个物理天才建立起了对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所以我跟他都是这聊天，就是他说我有些时候我跟他说也不一定同意他的说话，那他说，那么他也听，有时候就是因为我跟他就基本上就是从他那个学习，他的想法也是发展我个人的想法，这跟我以后跟吴大佑先生也一样的，后来我跟费尔米教授也一样。
1944年的暑假，李政道去重庆看望母亲。从重庆回贵州的路上，李政道托人帮忙坐上了一辆油车，开到半路，车子出事了。本来一个轮子给飞掉，看见一个，因为他那个车子有他有些棍子，有棍子像窗户一样，本来觉得这个棍子向我脸上打过来了，这人就昏掉了。醒过来，这车子已经在沟里面，所以我这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呢，我在外面看出去，看出去我觉得我可以看得见，当然还没有知道身体怎么样。你第一步是眼睛睁开了，眼睛睁开我就想看看是两个眼睛都看见的，还是一个眼睛看见？所以我把手这样遮住一个眼睛，可这个手离开脸还距离相当多的地方，已经碰到我的嘴了，因为脸都肿起来，所以都不太行。李政道的伤势痊愈后，在素新北教授的推荐下，进入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2年级，师从素新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1945年深秋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踏进了永丰寺的山门。正在整理书籍的吴大猷，看完他带来的介绍信才知道，这位满脸稚气的学生叫李政道。吴大猷递给他一本书，是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让一旁的老师惊讶不已。吴大猷自认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从上海到昆明，一路求学的李政道用了4年时间，终于走完了这漫长的流亡之旅。谁也无法说清楚西迁路上的经历对这位上海滩的富家子弟产生了多大影响，只知道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人生有一种特别的体验。我觉得一个人啊，每个人就都有他的生存力的，可你这个生存，你要鼓励自己能够生存下去。那么你怎么鼓励自己呢？其实并不是说你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想要为什么人服务，没有什么，就是生存。不生存，觉得我跟蚂蚁不一样，因为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怎么演变的，因为蚂蚁不能，所以对我就是生活，就我自己有意义，可以试着自己生下去。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推荐，当时只有大二学历的李政道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被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年后获得博士学位，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多年以后，有一次和家人一起开车到敦煌旅行，汽车在沙漠里抛锚，停下来修车的间隙，家人竟然发现沙漠里有蚊子，四处寻找，发现了一处很小的水洼，大概是之前不久下雨后残留的，这让李政道非常的感慨。虽然只有一点点水，但为一个生命的孕育、出生提供了可能。抓住了这一点点机会，一个生命就看似偶然的诞生了。在李政道的人生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偶然。在不断逃亡求学的路上，靠着这沙漠中一点点水的滋养，一个物理奇才得以长成。